我觉得堂堂一个行政院长哦，讲这个话太冷血，太没有人性了。如果他觉得这是假消息，请问他觉得几个孩子走掉才算多？我们就问你，苏贞昌，你认为几个孩子才够才算多？苏贞昌，你也有孙女哈，你也把你的孙女秀苗苗，你要想，你的孙女就像每一个人的小孩一样，对他的家长、父母来说都是心头肉哦。所以，如果你为了这件事要法办郭彦均的话，你就法办我们全台湾是几百万人跟上千万人吧，因为所有的父母都在担心，都在伤心。我只想跟郭彦均说，你不要怕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这些当官的人。谢谢。